以赛亚书第七十三天，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神赐给智慧、平安和喜乐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讨神的喜悦。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九节到五十七章二十一节，面对世界的逆流。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，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。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，都没有知识，都是哑巴狗，不能叫唤，但知做梦、躺卧、贪睡。这些狗贪食，不知饱足。这些牧人不能明白，个人偏行己路，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去拿酒，我们饱饮浓酒，明日必和今日一样，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。一人死亡，无人放在心上，虔诚人被收去，无人思念。这一人被收去，是免了将来的祸患。他们得享平安，素行正直的，个人在坟里安歇。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、奸夫和妓女的种子，都要前来。你们向谁嬉笑，向谁张口吐舌呢？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，虚谎的种类呢？你们在橡树中间，在各青翠树下浴火供馨，在山谷间，在石穴下杀了儿女，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，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。你也向他交了奠祭，献了供物，因这事我岂能容忍吗？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，也上那里去献祭。你在门后，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，向外人赤露，又上去扩张床榻，与他们立约。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，就甚喜爱。你把油带到王那里，又多加香料，打发使者往远方去，自卑自贱，直到阴间。你因路远疲倦，却不说这是枉然。你以为有复兴之力，所以不觉疲惫。你怕谁，因谁恐惧，竟说谎不纪念我，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。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，你仍不怕我吗？我要指明你的公义，至于你所行的，都必与你无异。你哀求的时候，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。风要把他们刮散，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。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，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。耶和华要说，你们修筑修筑，预备道路，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。因为那至高至上、永远长存、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我必不永远相争，也不长久发怒，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。因他贪婪的罪孽，我就发怒击打他，我向他掩面发怒，他却仍然随心被盗。我看见他所行的道，也要医治他，又要引导他，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。我造就嘴唇的果子，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，也归于近处的人。
并且我要医治他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，不得平静，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。我的神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经过前面几章描述，神将借着仆人成就的美好工作后，突然一转，回到现在以色列国的景况。神指责以色列领袖如同不尽责的守门狗，带领羊走错路的牧羊人，丢弃所托付的，只寻求自己的利益。不止如此，他们与异教妥协，行那些可憎的事，就是将自己的儿女杀害，献给偶像，就如同背弃父母的儿女一样，与他人立约。在如此悖逆淫乱的大环境中，寻求神的义人，就如同一株青草，在干旱的旷野中渐渐枯萎。即便周遭所有的人都认为义人竭力所行的是正道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人如何寻求神呢？人寻求神有何益处呢？虽然大环境看似神离人甚远，但奇妙的是，当人为自己的行为痛悔时，住在至高至圣所的主就要与这人同住，在他们的生命中兴起奇妙作为，并且神要让他们口中充满因神而来的喜悦与赞美。也许在这悖逆的社会中，他们所行无人纪念，甚至因着自己素行正直而受伤害，但神亲自医治他们，引导他们，如同一个称职的牧羊人。基督徒在社会中只是一小群，面对大环境中所充满的悖逆神行为及思想，我们坚持神的话语，但有时会有挑战，如同以赛亚所说，义人死亡，无人放在心上，虔诚人被收去，无人思念。基督徒的价值观不兼容于主流社会，常以为奇怪，因此会有何必如此行的念头。虽然如此，神仍要我们寻求他，并且与寻求他的人同在，赐给他们新的生命与医治的恩典，使他们在一切事上坚信神的奇妙作为与美意。这是世人无法得着的恩典，也是基督徒坚持凡事寻求神的动力。享受至高神的同在，天天经历神施恩的手引领，是基督徒面对这时代逆流的力量。神给我们的恩典何其多，是世人无法得着的，在人眼中似乎是失去，但在神里面却是得着更多。天父，求你不叫这世界逆流影响我们寻求你的心，让我们藏在你的殿中思想你所赐的恩典，让我们不只是看见悖逆的结局，更看见你已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富。求主赐下力量，持续寻求你的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导读神的话，以赛亚书57章15节，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，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。 Amen。主啊，是的，你说因为那至高之上的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主啊，你是那至高之上的，主啊，你的名是永远长存的圣者，主啊，你是那至高之上的。是的，主耶稣啊，你是那至高至上，主耶稣，你是那至高至上的，哦，主耶稣，你就是那至高至上的，永远长存名的，赞美你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就是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
名为圣者，主耶稣，你就是那唯一的圣者。主耶稣，你的名永远长存，因为你至高至上。阿们。主啊，是的，你因为你至高至上，你说你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。主啊，你也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主啊，你住在至高至上，你要与那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阿们。是的，至高至上。上永远长存名为圣的说，哦，你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。Amen。 哦，主，你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 Amen。 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说心灵痛悔谦卑的人能够跟你一起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。 Amen。 谢谢主耶稣。 Amen。 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心灵痛悔的人要与你同居在那至高至圣之所。主啊，你也要使谦卑的人苏醒，你使痛悔的人心苏醒。主啊，你使我们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的灵要苏醒，我们的心也要来苏醒。阿们。是的，主耶稣啊，我们的心要因你而苏醒。主耶稣，因为你的话语说谦卑的灵啊要苏醒，痛悔人的心也要苏醒起来。Amen。 要因着耶稣苏醒起来。 Amen。 主耶稣，我们要因着你而苏醒。 Yes。 主啊，求主你使我们谦卑。主耶稣，求主你使我们痛悔。主耶稣，因为我们实实在在在你面前，主耶稣，我们冒犯了你。主耶稣，我们有不足的地方，求主你使我们谦卑，好让我们的灵苏醒。主啊，求主你使我们痛悔，好让我们的心苏醒。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是的，你使我们的忧伤的灵要苏醒，使我们痛悔的灵都要苏醒。主啊，因为你从来不放弃我们。Amen。 你要使我们在至高至圣的所在。主啊，就让我们能够可以与你的同在一同苏醒。是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